这一个是 LM2904 的传感器，可以测定声音的大小值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运行程序，这里使用 MicroPython，点击运行，可以看见当前的声音 dB 值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声音逐步靠近，测试一下声音大小。因为我离话筒比较近，当我说话的时候，它就变成100多。然后现在离远一点，普通的声音是40左右，然后说话就变成50、60、70、80，声音的值在10米的有效范围里面。